是 Joanna， 这位是小太阳宋。我们今天在帮一个客人做交房手续啊，就是 Possession Day。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要做的工作是哪些吧。欢迎进入你的新家。那一进来要看看这个房子是不是比较干净。现在队长 JP 同学在检查所有的设备是否能正常使用，他会把所有的设备打开运行一遍。接下来咱们会把空调和暖气都打开，看看这个房子的冷暖是不是都正常。打开所有的橱柜冰箱，看看里面是不是都是干净的。打开所有的水，看看有没有任何漏水的情况，包括马桶、浴缸都会测试。所有的地暖，看看是不是都正常。检查所有的洗衣机、烘干机。如果有户外厨房或者游泳池的话，这些也都需要检查。在设备间检查 furnace 的 filter 是不是有清理干净。检查 hot water tank 热水器是否工作正常，有无漏水。检查管道和电线板有无异常。测试车库门是否能够正常开启，查看车库。好美啊，像一个冰原一样 glacier， 但是你看它像静止的似的，真漂亮。看它还等的黄昏。检查所有的窗户能否正常打开，所有的手把是不是都是好的。I just found this, so ate my lipstick. Is it yummy? What? Want more? What? No.